由刘亦菲、陈晓、林允、柳岩等主演的女性古装爱情励志剧《梦华录》已于2日在腾讯视频全网独播，开播15小时，播放量突破2亿，首播当日相关话题累计阅读量突破10亿，全平台热搜148个。《梦华录》是一部以宋代市民生活为背景来展开故事的剧作，讲述了在钱塘开茶铺的赵盼儿，今闻未婚夫新科探花欧阳旭要另娶当朝高官之女，不甘命运的她誓要上京讨个公道，在途中凭借智慧救下了被骗婚而惨遭虐待的姐妹宋引章，与被克扣家人逼得离家出走的豪爽厨娘邻居孙三娘，初至权门但生性正直的黄城师指挥顾千帆无意被卷入江南一场大案，与赵盼儿不打不相识，从此结缘。赵盼儿、宋引章、孙三娘结伴抵达东京，经河南开封，见识了世间繁华。为了不被另攀高枝的欧阳旭从东京赶走，赵盼儿与宋引章、孙三娘一起历经艰辛，将小小茶坊一步步发展为东京最大的酒楼，揭露了负心人的真面目，收获了各自的真挚感情和人生感悟，也为无数平凡女子推开了一扇平等救赎之门。